而另外一个主演刘昊然此时也在紧张地等待一个结果。比接下来更紧张，还有十分钟，还有十分钟。就是北京时间12点就泰国11点的时候出成绩，那会儿我也特别紧张。后来就斯德哥说停，我们先不拍了，然后让保健哥把脚缓一下，正好也等到等浩然成绩出来了，我两个手一直在抖。 那个理科成文科理科的分数线，我看分数线出来了，对，成绩就能查到了，成绩还有十分钟就出来了。欧耶！等陪你们一起等啊！然后我们全组都沉默了，就在这等着时间滴滴答答的流过。454，哎呦，这么牛逼！ 鼓掌！454，考虑一下啊！太牛逼了！可以吧？哎，那就可以。454，我估计你至少是中戏的状元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宝强的脚也好了，你看，更光芒了。你看这完全给你，哎呦哎呦，我天！票房过。